你是谁？小妹子，别惊慌呀，我是特来帮你实现愿望的善仙。你不是想惩治那个臭男人吗？我能帮你。来吧，我要的不多，我只要你十年阳寿。吃药，你再不出来，你的宠物就要死了。是你？春药，百灵坛规说过，妖灵不得与凡人为伍。你今日犯戒，当日却将我夫君杀死，原来你也是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的小人。什么？你杀了他？白山，复生之术乃逆天改命，不可为。快与我回去。只要我活着，就会复活阿苏，若我死了，也要下去陪他。妖精打架，凡人受宰，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不行，我带着这个东西，我也跑不掉啊！韩胜，你干什么？快停手！我停手？我听你的，我小命都快没了。春妖。